杰伦很吃惊和感动，小朋友不但点了新歌，而且能跟着唱。周杰伦很吃惊和感动，小朋友不但点了新歌，而且能跟着唱。周杰伦在金华演唱会结束之后，两次更新 IMS。第一次发文说，谢谢金华的朋友们，嗨，不要不要的。第二次更新 IMS，是因为那位点不爱我就拉倒的小朋友，他说这孩子挑了我的新歌，而且能跟着唱，真叫人吃惊，真感动。对于小男孩点的歌曲，网友评论，不得了，这么小的孩子都有故事了。人生处处是惊喜，周杰伦自己应该都没想到。我想知道这位小男孩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刚开始点到小朋友，我还和朋友说浪费一次机会，然后小朋友真的惊到我了。周杰伦的歌迷永远有新力量注入，太厉害了，杰伦永远是那个别人追不上的人。